妹的嘞，要170块。啊，对吼，就是我们忘记作弊了，sorry。你自己本身也都忘记作弊了，在讲。有谁会记得我曾与你送过的玫瑰？哎，我们可以升三级了。我最近玩到牙起来了，哦，我还想说，我要不要先把全角色讲一讲？所以，还没出兵之前才可以换。怎么可能都没有？到底这游戏在玩什么？该不会在首都里面吧？哦，那你干脆就搬去首都住哦。我不管了、啊 反正也不要那高架西。那如果坚持要这样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是不是？联盟。